它是刺绣的，不会有洗涤上的问题，而且刺绣你看它刺什么颜色，银色，哎、欸，也太高级了吧，是完全不会掉的，而且非常的典雅。米色我觉得也不太透，因为它里面是刷毛的，而且它刚刚好可以收起来之后呢，又包住你的肉肉，就是女孩子们最怕这个屁股跟大腿这边。绿色就是妞儿很喜欢，而且你有发现你这样正面看过来，宽归宽哦 ，oversize 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，还做了这种圆弧的造型，所以腿看起来非常的长，不会到太闷热，然后不易掉毛，然后非常非常的亲肤，然后整个就是宽版的，里面要偷偷加衣服，外面要加外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蓝色的话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中间色，所以它不会就是有显黑啊、挑人穿的一个问题。衣服的内里是全刷毛，但是你看。柔软到翻掉了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然后这边有没有自带腰身包下来，所以你的腿这边不论穿长裤短裤都是非常修身显瘦的。